追求打到的是在左半边，最后李凯威开路先锋，打出一支 little single。魏权的打者这批现在目前状况都非常的理想。哇，讲到理想，刘基宏这一棒硬生生打穿了左半边，所以帮助原本就打出安打的李凯威推进到了得分位置。哇，这个变化球硬被他碰出去，结果打到是在右半边二垒方向。李凯威应该还是会想选择积极攻击哦。好。这个变化球进来之后，结果被他扫到左半边，最后打在杜佳明的手套上面，硬生生飞越了外野。这个变化球又遭到了掌上的狙击出手，不过有机会可以形成出局数，但是蛮深远的。而上郭彦文现在是要上到三垒没有问题。看起来应该是让打者打不好，打成了飞球，最后打到是在陈文杰的管区，所以最终是由江承彦尽管丢掉一分，但是他有效的控管失分，魏琼在首局打出了三支安打，拿下一分。